什么，您也先别跟我们讲好吗？ Okay. 您就讲这结果会怎么样吧。结果是一个概念车。真的吗？是个概念车，魏先生可是自己赤手空拳上来的。现场给他制作一个概念车。好，需要多长时间？舞蹈同时好像是吧？就是一支舞就可以了，是吗？好，有请魏先生，让我们也来，与此同时欣赏一个很特别的舞蹈。好。奇怪，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朋友，很惊叹，也有一点对惊叹加疑惑的眼神。因为我不懂抽象艺术，所以我的第一直觉感觉有点像一辆自行车。我不知道我这种解读是不是特别。其实它应该有很多种解法吧。对，抽象的东西总是可以从很多的层次和角度来看。您必须给我们解构一下好吗？这个《说文解字》里面讲车的基本的概念，两个轮子，它的车架、车辕、车轭都具备。那么所有的车，不管你是独轮的车、马车、汽车到太空车，都是这样。那我们中国文字恰恰是从万象中象形把它的灵魂找出来，所以很微妙。您再给我们用一句话来讲讲，因为我知道您的很多艺术理念非常抽象，车和艺术之间有联系吗？对，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我有一个想法，车是汽车是人的载人的工具，
那么艺术可能是载人的思想的工具，那么它有一个相互交替。你比如说艺术有很多流派，那么汽车制造业、设计业，我想也有很多流派。那么艺术的前卫性又推动着汽车设计家去做成一个物化的东西，那么汽车它这么漂亮的东西很精彩，给我们生活带来非常非常美好的东西。那么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赶快中国人自己的，但是一定是世界级别的车奔跑在大街上。好，谢谢魏先生，谢谢您，谢谢谢谢。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多汽车工业的我们的贵宾们也都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期望，希望将来真的跑了我们更多自己的车，而且路上的这个风景都是这样的世界级的风景。好，